博西哥神父是广府话说指鹿为马是乜撚嘢意思啊？雕奶老母超夸斯奶隻灯赢婆争下屎尘家赞好撚卡也果子花田只挖啲果面但嘅睇片都系周唔系到未照下指鹿为马落。我哋耶稣教旧约圣经出谷记第二十章第十七节天主调出你班懒坦话。不可贪你近人的房舍不可贪恋你近人的妻子仆人婢女牛驴及你近人的一切。果班侵占中华民国南沙群岛嘅流民国家好似吕宋、安南、马来阿拉婆罗奈在不久嘅将来都会遭受天谴就好似天主喺中华民国100年3月11号礼拜五直产落白头关东军大本营一样。Boss 哥，大佬神父，咁旧约圣经出谷记第23章第一节，天主又吊过话：不可传播谣言，不可与恶人携手作假见证。咁过啲喺暑假格 gel 九九共嘅国家，好似剑山、东洋啦、新金山咁，将来系咪又会有天谴嘅呢？又？阿伯拉罕细佬睇怕唔撚子我哋主耶稣大大会喐佢哋如果佢哋夠胆死狼道好似佢哋依家喺地獄受永火惩罚嘅祖先咁出兵侵犯中华民国嘅南海诸岛睇怕仲会有现眼报价因为果啲北平共匪都唔系善男信女嚟㗎。咁紧，壮话面果啦声紧嘅面状，倒系咪埋捻住咪女爽蚊果声照，硬捻火狼果，唔浅斑味，唔住美国叶品女宋硬捻马来西亚拉婆罗丽饭，养肥咗呢班了面果渣，撑嚟患子等打交屎家计点屋企人朋友。